子是不是？明天生日。明天生日，现在帮他拿那个生日贴纸。生日贴纸。看到你，每个人都会跟你说生日快乐哦。好啊，耶，OK， 阿弟阿哥哥可以吗？来，走，阿弟阿哥，贴着贴着，贴着，走，坐着吧。哎，香港的也是这样吗？过来一个，我看。你不要一直摸，人家看不到。人家看不到你生日啊。路上如果有工作人员，他就跟他说生日快乐。Abby 来，宝宝看，宝宝拍拍。哇 ，Abby 耶，明天生日。这样路上的工作人员看到他，都会跟他说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白雪公主，走。白雪公主来了，走吧。他是跟他讲生日快乐吗？他跟他说生日快乐啊。万圣节啊。城堡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城堡？对啊，你有看到城堡吗？好酷哦！看完游行先去吃饭吧。对啊。他们坐在地上干嘛吗？占位置，人家看游行。从哪里看？他会从哪里看？就整，他就是从前面一整路啊。这已经看才一个小时，就站满了，我就站不到最前面。好，后面这样看得到吗？看我怎么拍、欸。为什么他们有的都很近？啊，他们先占位置啊，四十还要一个小时，他们能占好位置。哇！怎么办？这好远哦。还是我们去对面？走啊！走，我们去找。那机会你关。而现在很热哎，可是我们不知道等下没有位啊，这里应该不行。不行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这个有话。你看大家都很正位。对啊。你看等下会从这边走，我们要站位置，那我们就只能这边站位置休息啊。对啊。我们有带饼干啊，吃饼干。对，我们要找一个好位置。啊，明明还有一个小时哦。还有一个小时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大家站嘛。好难哦。有没有看到大城堡？大城堡。没有位置哎，好夸张哦。跟各位说一下，现在的游行还有一小时过后才会开始。可是大家都已经迪士尼的游行站好位置，但是这已经全场爆满了。我们现在也在寻找位置。哇，这边是终点啊？是吗？对啊。没有地方过哎，就只能在这边了。那我怎么拍游行？对啊，先去城堡拍。不行，我们要先找好位置。啊，找好位置再去拍。没有，我们就要在那边等游行了。
公主，你有看到公主吗？好多公主哦。然后这一块是什么？有买快速通关就可以坐在这里。快速通关要钱吗？什么叫快速通关？就是游行，看游行的。对，嗯。这边可以站，我们是单列。进来，进去一下。进去吗？爸爸坐这好不好？没有。爸爸坐这。Sorry，Sorry。什么形容词？可是这样怎么看啊？这样根本也看不到啊。看得到。是吗？是吗？它很大只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位置了。是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有晚上的。我们晚上坐在第一排，跟你说。第一排啊。我们爸妈、爸爸妈妈花钱给你坐在第一排。爸爸，我要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我要晒太阳。没关系。晒太阳。喜欢吃啊，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迪士尼的游行旁边，已经先卡位了，因为现在满满的都是人。如果你不卡位的话，你根本就看不到游行，是不是？不然就会在很远的地方。虽然说我们也没有在最前面的位置，但是我们已经提早快一个小时到这边。如果你没有提早来，到这个看游行的位置，看游行的位置都是人。所以是怎么样？至少要提早两个小时吧。至少要提早两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就要来占位置。Abby 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他现在开始吃零食了，对不对？记得带野餐垫、阳伞。要记得带野餐垫哦。野餐垫在哪里 ？Abby。安哥姐。Abby 已经开始吃零食。开心吗？怎么那么开心？边吃边看迪士尼游行，是不是？买个喝的，好热。现在特别热。他开始了，哎，好像要快要开始了，他已经在广播要开始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说这一场是万圣节的游行，四十周年的万圣节，配合万圣节的游行是吗？所以它就是会有万圣节的造装扮，装扮。还有我们早上那一场一点的没看到，一点的是一般的游行。哦，可是我们太晚进来了。好热，现在有点热。我看我们坐在这边应该也会晒黑，对不对 ，Abby？ 你要跟镜头说你今天是，明天是你生日，明天是你生日，对不对？早上好天气，对不对？早上好天气，对不对？放这边。放哪边？放这边。这样好近哦。不会。不会吗？不会。这样很近哎。不会。好，等一下就要开始了，爸爸拍起来回去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放这边。来了，看哪里？哪里？前面。看看哪里？对，看哪里？我在天上了，在前面。来了没？Boom.
回去看 YouTube， 我自己也会放看。好，谢谢，棒啊，拍手。